球王嘛，机警睿智，一个充满信念的人，伟大的球员，疯狂又很桀骜不驯，为足球而生，一条龙过了不六个人然后进球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上帝之手嘛，2014年世界杯吧，带领阿根廷那届，然后他的华丽庆祝吧。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对阵英格兰的那场比赛，从中场连续过人，直接连续过人到禁区，然后直接射门的那个画面，真的是让我至今难忘。是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然后就不是在放了一些阿根廷队以前的这个集锦吗？就当时他马拉多纳就有一个球，然后是跟他是做成跟梅西对比的嘛，那梅西也是一个长途奔袭连过五人，然后一个射门，然后就这两个画面我就觉得神相似，感觉很惋惜，因为他毕竟还比较年轻嘛，也就60岁，很遗憾，粉丝们都会记住他的，就很可惜嘛，就珍惜眼前人吧，也不知道明天谁就离开了。来到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记住他了。希望我们国家的足球也能够出现他像他这样的人能够带来一个又一个奇迹。像对于像球王呀马拉多纳也好，像科比也好，他们已经足够辉煌了，然后他们这一生已经足够精彩了，然后虽然他们以这种方式离开我们，就是他们的这种体育精神会一直影响着我们。